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阿航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《狂野飙车九》。上次说到要来玩这个每日赛事，我们就来玩玩看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游戏就是先让你玩玩看，这个新出的车不错哦，然后你就把它氪金啊买来开这样子。制作组的套路已经被我识破了，又是这张非常画风精美的地图。Let's go！我撞他，没撞到，没撞到，可恶！你在我旁边，撞爆你！走这里，空中喷燃气，有人跟我说这个很快，好像真的蛮快的。哎呦，来呀、走这边，冲啊！哇，这台车爽度也太高了吧！甩我一下！从我旁边经过，不要命了你啊！但还是追不到前面的，前面的好快啊！我们是开同台车吗？燃气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！哇，他们怎么也有点快啊？追不太到，来升上去顶速撞人！别挡在我前面了，大哥，你一直挡着那个，哇，这个太阴险了，这个。甩尾，甩尾，甩尾！走这边！呜呼！哎呦！别站在我旁边了，这个！想怎样？撞到你90%了，快过关了！追得到他们！哇，追不到，这好快！哇，这辆迈拉伦也太帅了吧！好强哦，这个车！爆冲次数3次要8个，每天都要刷啊，要刷好刷满啊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拍片，所以我们就以体验试玩为主就好。因为它这还有11天啊，也就是说我平常没事也是要开上来刷一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夏日开跑，驾驶的这一段 Austin Martin V12 Speedster， 来一个地下道里。这种没有挡风玻璃的车。感觉开在这个上面都会吃沙、吃氮气，吃氮气！没吃到氮气，尴尬！别挡在我面前，谢谢。怎么又没气到啊？这是有那个警察的，警察叔叔不要来！来吃氮气，好，走这里，飞一下哦。旁边有个警察叔叔，呜呼呼！差点被警察叔叔撞到啊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走走走走走走这里，来在空中喷气啊！上次有观众跟我说，要在空中喷气才行。上次有观众说是举气是不是比较好？他是不是在挡我啊？这警察大哥，来甩尾，走走走走这边好了，不要在我后面呐、速度太快，没吃到氮气。来来来，我要好尽量少甩尾啊、少甩尾，不要站在我旁边哦。Triple kill， Ultra kill， 等下会不会 Panda kill 啊？那个是第二名，我现在是第三名。第一名在哪里？为什么我都没看到第一名？他是第一名。这个弯是怎么回事？撞爆他们，好不好？我应该走右边那里，完蛋了，这条路很慢，完蛋完蛋，有一个警察叔叔尾随在我后面，很像个小变态。OK， 冲啊！睡哦，第一名哦。为什么只有我开奥斯顿马丁，其他人都是开迈拉伦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是这台车比较强吗？那再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狂野飙车九3周年庆第一部免费试驾啊，来吧。直弯交错也是同样的这么中二，哇！这个赛道感觉要走很多地方法拉利这台是那个吗？中川那台车吗 ？F40 是不是？这个换挡声好美，甩一下尾，走走走，哪里走哪里比较好？
哎，走这边是好的吗？哎，没吃到氮气，亏爆！这台车太快了。走这边可以。哇，这是要挑战什么啊？这个绿烟好帅哦！哇，这赛道好酷！喷起来，走旁边，这个点抓到了，是不是要甩一下？哎呦，撞自己撞墙，走这边吃氮气。哇，不太熟这个地图，因为我现在是菜鸡，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自动开啊。等我以后熟悉地图，我再自己玩。来喷射，这 RGB 每次看，每次都觉得很帅哦。哇，这个雨直接打在脸上的感觉。哎，又没吃到氮气，奇怪啦，不是说要吃氮气吗？走这边开吃氮气啊，甩尾，哦，撞到了。哇哇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竞技场是不是？哎呦，要出去了。我484开得很慢。对嘛 ,F40, 要在1分34秒里面通关是不是尴尬，我刚好超过 0.3 秒、哦、真的是很尴尬。小牛 EVO 呢 ,Spider, 哇。哦，这个赛道也是我没玩过的哦，小牛超帅。免费开啊这个。来吃这个氮气，吃起来。前面要过弯，好喷。先拉顶速，没吃到氮气，亏爆！哦，小牛好像真的很快。这个船的符号是什么？走走看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哦呦！甩一下。有啦，这一关我玩过。走这里。哎，好，没走到我要的位置，算了。小甩一下。好的，这样子吃。然后再吃一个，很好，我现在维持第一名哦。OK， 蓝气喷下去。哇，这一关都不太需要甩弯甩尾的。哇，这蓝气喷好久哦，好爽哦。走，再继续喷，呜、哦，哦，怎么一直喷啊？好舒服哦。哦，太疗愈了这个。要走这边吗？走一下好了，会不会出事？还好。哎 ，RGB 喷。RGB 飞 95%， 哎，会不会太轻松了？这个直接第一名了，哇哦，这个爽度也太高了吧！这些东西都是要达到的啊，这应该开始玩之前先看一下它的条件的。再来这个918 Spider 哦，来吧，又要免费体验了，哇，好好玩哦！这些车子比我的车好很多呢。哇，这个断桥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觉得我等一下要玩命关头了？哇，前面那台是什么啊？我们车子不一样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无限喷是不是？要顶爆你们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好像顶不爆他们呢、欸。无限喷好像这个模式是顶不爆人的。哇！呜！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吃氮气呀！哇，这好快哦，这比我的车子快太多倍了。甩尾，这里好弯，这个是撞不爆别人的，啊，可以，又可以撞爆，哇，我警察叔叔在我面前被撞爆了，吃氮气，弯中喷氮气，没吃到，哎，警察叔叔不要这样啊，你这样子人家怎么玩呢？走这边吃氮气，继续喷，这里要甩尾，啊，甩不过去，哇，全部。每一个人都撞过去是哪招？不要再撞我了，谢谢警察叔叔哦，感谢你哦，一直撞，从头到尾都在撞我。警察好多怎么办？不要挡在我面前，撞爆你们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我一个被超过。哇，这918的这个排气管喷成这样，认真太多警察了啦！哇塞，走这边吃氮气，哇，这是怎样？这自动驾驶直接熄了哈喽啊，直
接害我撞墙，第八名 GG 倒赛。哇靠，四台警车在我旁边，我要怎么办？真的是玩命关头了。哎呦，我怎么从头到尾一直在转圈圈？哎呦，踩到他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哇，91% ，GG 了 ，GG 了，要结束了，追不到。No， 前面太快了。哦，超过一个，第六名。哇，刚刚那一波绕赛。哦，这些奖励我都有达到哦，所以名次倒是还好，是不是？哦，怎么感觉最近活动好像很多东西可以拿呢？再来，我们来玩这个好了，额度大道。有观众说这个基本上每天都要刷，因为这个是拿钱的。像我现在前期穷的要死，一定要把这个关卡刷好刷满。那我现在目前最快的自由车子是这台 370Z， 我们就用 370Z 来玩这关喜马拉雅山。哦，这个光影真的很漂亮，这景超赞。哇，有蓝宝坚尼啊！我这3700cc 能打赢他们吗？还有718，来哦，开喷！哇，这个红漆就可以把它撞掉，怎么回事？来，轻轻简单转个弯，你在我旁边，不要挡着我，他的尸体挡着我啊！我靠！哦哦，空中喷气 ，OK， 哎呦，刚好接这个吃。哎，再接着吃，再接着你，再接着吃，来转圈，哎，转不起来，转不起来，空中喷氮气，哎呀，没吃到那个，哎呦，这个落下来刚好 K 到我，哈哈哈！天哪，这游戏的娱乐性真的是太高了。哎，这个也有警察的，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额度大到是有警察叔叔的啊。哎，警察叔叔，不要挡在我转弯的地方，感谢你。怎么又一台那么多台啊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变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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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先开这个 RGB 器，到顶速拉起来。哎呦喂，哎，这个模式的 AI 怎么都这么快啊？来，拜拜78啊！走走走走这边。不要顶在我后面啊，变态啊，这样顶着人家来喷。哇，那警察是什么啊？神风特工队哦，直接从我旁边要过来。借过，哎呀，没抓到他，尴尬。哎，不要挡在我面前，拜托啊！哇哇，完蛋，他真的是降我一堆速度。哇，完全追不到哎。那警察看到他从后面来了 ，GPS 看到了，好恐怖，好恐怖。拜托不要！哦，要求第六名而已。这个是不是名次不太重要？只要秒数可以就好。C 级车辆打破1分42，我开这个 D 级的1分43还行啊。也就是说，我有 A、B、C 级的车以后，我就要每天来刷这个啦。我现在顶多就只能拿这个20000块而已。哎，不过这样也是蛮多的哦，一天20000块。这个免费试玩真的好好玩，好多车子，好爽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有空一定会私底下赶快把这些东西刷好刷满的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狂野飙车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